雄联盟，坚如磐石，我的意志韧如金刚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屈膝下跪，或是血流千里。这边要补分啊？不知道啊。补分，不知道。但定位赛赢得多隐藏分高。给大家送的礼物啊！那有没有人搞个魔法书啥的？进地位赛能赢个6局就已经不错了。可以啊，你能解决吗？推荐啊，依我。将为皇冠洒下鲜血。好意。喜欢的环节就是问罪杀头。为了这顶皇冠，我早已双手沾血，现在我要做什么你该知道。啊，完了，再丢这个啊！完了，失误了！我操，这他妈被动消失了，少吃三个！我操！女皇之命不容置疑。六刀，我操！怎么玩？我才补6个刀。远远不够。我的皇冠可以拥军才会刀下留情。 Fuck you man， 你想怎么样？不行，他们害怕的是我兵刃，而我就是兵刃。等着我的。
旋律本身就是武器，而我正好喜欢握着武器。怎么先打炮车呀？你先打这个小的呀，我真的要吐了。先打小的，对面少吃一个呀。最甜美的果实是接踵而至的胜利，从此以后所有人都将归顺于权柄。哦 shit br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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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果子呢？杀伐不是因为私人恩怨，嗯，而是因为勇气。是权柄还是利刃，都在我鼓掌之间。我的计划总是看到三步以后，但也仍然欢迎意料之中的惊喜。还有点弱。没意义，你要先杀打野。生命苦短，却将永远流长。女皇的撤退必然是战术性。很牛逼啊，我操，这人走啊，快走啊，这人我下位啊。不吃了，我本来想吃个杜城的。要打吗？来吧。或是血流千里。给了吧。加冕仪式从来难不住。还有敌人就想回家的，他们太坦然了。
击溃了所有对手，其他女皇也都将溃败。怎忍不住？一顶皇冠还远远不够。两颗尊严，我能打你吗？不也擦了个假眼？我的生命却将远远的。两颗尊严，有钱啊！我操！该币的，我操！我这波币亏东西啊，这币亏了蛮多东西的，那还好吧，没事。不该不该不该，我该吹吃一个就好了。吃一个吃一个，然后排他的视野就好了，贪了。打也不会玩啊。都下去了，都下去了，三个人。哦，哦我没看到，我操！哎，我傻逼，我傻逼，哇，我傻逼了！我以为他们下路是这样的，我有点，哎，我的傻逼了！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下路去了呀！好难受呀，兄弟！完了，这视野真的太难受了。看，我疯狂给下路点信号，看他没往后面退，我就赌了一手。我大招亮了，大招亮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死了。不能赌，不能赌，不能赌。而且他选个莉莉亚，但是对面出魔抗，我好难受的，真的。我最喜欢的环节就是问罪杀头。太难受了，这视野太难受了，你知道不？我视野已经做得挺好的了，主要是没有队友配合我做视野。我的威名刀枪不入。
作用玩不了，他感觉。只有拥军才会倒下。没有节奏，主要是没视野。他们是主动低头还是被人砍头都无所谓，只要是我赢就行。我买针眼都不知道买了三四个了，看到没有？没有视野的劣势就在这里，把他的腿赶紧推了。我得把这个推推棒做出来，不然没视野的。对面这个 B 中单买两个针眼，好恶心。你拍一下呀，你拍一下呀，我操，为什么要我却拍这个眼，兄弟，我的哎呦，我移不回来呀，我操，够吧，真够吧，难受呀，我他妈是短手英雄啊，我的，给他点个信号的。我有 E， 我可以 E 回来的，但我 E 都 E 不回来。讲道理，我是能 E 回来的。难受，他们不排这个眼，要把这个眼打掉，不然对面视野太优势了，对面视野很烦。玩得好难受，这盘游戏输在视野上面。我的统治坚如磐石，我的意志忍如金刚。我们这把游戏的视野太差了，太差了，我因为视野死两次了。他们要打大龙了，我们只能止损啊，兄弟。
惜你太弱。还可以吃个这个。想战斗，能有更好的我再来。英军才会刀下留情。喜欢的环节就是问罪杀头，给我冷静。我们扫龙啊，我们这边他妈的才一条龙都没有，这把输在龙上面啊。打野选个这个英雄配合零配合，这把没有跟他配合过，你选个蜘蛛也好呀。打野换边我们赢，对面打野换到我们这边我们就赢了。我换到对面中单，我要是在对面当中单的话，那么爽的要死。在对面当中单，你看他这个阵容好爽的，一个前排，一个有伤害的战士，还有稳定的 AD 输出，这我们阵容差距啊，这盘阵容差的太大了，这盘他两件装备玩都玩不了，这把游戏的视野差到极致，我都已经买了很多个针眼了，我前期已经买了三个针眼，都顶不住这个视野，受不了。莉莉亚前期都不做眼的，为了这个王冠我早已双手沾血，现在你要做什么你该知道。我再把换个英雄好赢，我换个英雄都不好赢，这把没有什么阵容可以好赢的，对面这个阵容太好了，对面这个阵容可以说是比赛阵容了都，对面这个比赛这个对面这个阵容真的是比赛阵容，你们自己看一下，对面这个阵容真算比赛阵容，比赛阵容打运营我们赢不了的，我们这个是什么阵容，路人阵容，什么瑞文卡特莉莉亚，路人打职业阵容赢不了的，对面这个阵容太好了，除非看个人实力，我们个人实力高的话可以赢。我前期买那么多针眼都视野做不起来，再把输视野上面，这条大龙一定要拿下，不拿下就记了。
只要能拿下就赢，拿不下就记。干嘛？可以播吗？可以播，可以播，可以播！来来来来来，一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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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的，他妈的真的赢，这完全是靠，我是说什么呢，说实话，一波机会就是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的，你抓到一波机会游戏就赢了。